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沟通啊，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沟而不通啊，这个或者是明明就讲了，但是对方搞不清楚的一个状况是在所多见。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沟通成为有效的沟通？就是要多讲、多听，尤其是多听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看，我们人跟人之间需要这样，细胞跟细胞之间更是需要这样子。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意思就是说，神经细胞跟另外一个神经细胞，或者神经细胞跟我们的肌肉细胞，肌肉之间呢，它都要有对话，它要有沟通。那它怎么沟通呢？它的语言是什么？它显然不是说英文呐，它用电波。哎，是用电波吗？电波是最后产生出来的变化，可是要诱导产生出这个电位的变化之前，它需要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化学物质啊。哎，大家想说，哇，那这个化学物质显然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哎，它会有很多种吗？答案，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有100种啊，吓死人的这个这个大脑里面，或大脑跟我们的周边的这些肌肉之间的对话，竟然有100多种语言呢、啊。来去讲，你说哪有那么复杂？哎，这个就是跟他讲说你启动就好啊，绝对不是啊。譬如说，大家都知道血清张数，这个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啊。我们多巴胺，这个、跟情绪也有关系，跟我们的运动也有关系啊。另外一个，这像去这个化学这个结构看起来很单纯，这叫正肾上腺素。肾上腺大家知道急救的时候我们会去打这个东西啊。哎，这个竟然也是脑里面细胞对话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啊，这是跟哪一种情绪有关系？愤怒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的一个情绪非常生气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它会分泌会增加，所以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对话，脑细胞跟脑细胞之间的对话充满着恶毒啊。所以当然讲出来话就绝对不会是非常理性温和的这个状况。所以人是受到化学物质的控制是蛮多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控制。我们可以透过修炼，透过额叶的修炼啊，透过我们一个认知各方面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结果，理性的思维就可以压过这个有时候过于比较不合理的一些反应会产生出来啊。所以这都是人类成长过程中慢慢要去学习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愤怒啊，其实这个包括啊，不只是人会愤怒啊，连神也会愤怒啊。而且这个神呢，这是人，这上面这都是神子啊，愤怒的神子啊，愤怒女神啊，愤怒女神啊，还不是男哦，不是男的这个愤怒男神，是愤怒女神。这个愤怒女神叫做厄斯尼厄斯啊。希腊神话里面，他平常啊是活在地底下的这地狱的这个地方，在冥府里面的这个工作。但是你发现中人间中有一些可恶的这些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大家请注意到他的一个表情啊，这个脸上的一个表情啊，你看看非常生气的样子啊，把这个人修理得一塌糊涂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啊，或者那时候他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啊确实有些情形啊，那样情绪的不可控制，其实不只是人啊，连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更提醒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自己要多所警戒，免得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神明还可能是会生气的神明啊，下来把你修理一顿啊，类似这样子。好，这是早年版的愤怒女神啊，给大家看一个这样的愤怒女神。那看起来你看起来蛮恐怖的，要远远看的时候看起来，这是画中的局部的一部分，这是20世纪1940几年的作品，法兰西斯培根，英国的一位画家，他画的。他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那个状况，集中营的惨剧惨况，大家慢慢
听闻到，想不到人世间竟然有这么恐怖的一个状况，核子炸弹、核爆的一个试验的情形啊，原子弹等等的一个试验开始啊，大家知道以后，法兰西斯培根他就对于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可怕啊，有很悲观的一个想法，就想到这个愤怒女神，于是他把愤怒女神刚刚看到的至少有人的那个样子，你看一下他的愤怒女神长什么样子。刚刚是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大来看，那个根本没有，不勉强说有点人形啊，但是那种扭曲变化的人形、怪异的人形、恐怖的人形啊，哎，他把它变成这样子了，表示这些等于是一个反扑，它可能会去对人类未来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的。1944年。他画的画作是这样子，现在回过头来想，也很有他的道理在。这个愤怒女神，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嘴巴那样的一个，好像说无所不吞、无所不食。你看看这个是另外一个，所以三女神了，愤怒三女神中间一个，没有什么大脑，有的就只是这个嘴巴的东西，然后吞食所有的那些东西以后，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层面又是那么大啊。另外一个女神，嘴巴的样子是这样子，然后她整体的一个情形一样，也是没有脑。然后整个造成一个涂炭的一个情形啊，是非常严重，所以他的一个三女神分别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不是愤怒三女神，这是愤怒的人们人群的。我们的大脑越来越似乎有，但是越来越萎缩，我们的嘴巴越来越膨大，我们的欲望越来越膨大，壮大的一个结果，越无所克制的结果，你影响到的一个层面就会更加的一个深远，地球当然就会被破坏等等的情形啊，所以还人类还是要去反思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反思的能力，这是确实是有让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的一个可能啊。不过这个还是要多努力一点，这显然是必要的。愤怒，好，跟大家报告一个愤怒的个案呢。这愤怒是谁愤怒？狗愤怒啊，狗愤怒啊，把它咬成这样子啊，那我们就常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病人，要跟他要跟我们讲说，他这个被狗咬以后啊，那这个急诊有去急诊打过破伤风，这是对的。第二个，急诊的医师跟他讲说，这个不能缝，这是错的，可以缝。我们只要把伤口清干净的时候，急诊的状况之下，也是可以跟他缝起来。必要的时候，抗生素再吃一点，这是 OK 的。你说不能缝，是以前的观念，以前知道说，觉得这个发生感染机会很大，所以我们让他这个不缝的结果，细菌不会在这个地方啊形成化脓啊，比较容易将来不至于产生感染的状况。现在这个不会啊，我们把伤口把它洗刷干净啊，打上麻药以后洗刷干净是可以缝的。那这个为什么狗会去咬到？它流浪狗。是，这个他为了表示对流浪狗好，就狗跟狗正好在打架的时候，哇，这下子他遭到鱼池之殃啊！另外，这是邻居养的狗，邻居养的狗，你跟邻居好，并不代表你跟邻居养的狗好的意思啊，他会生气啊，他也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吃饭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有小狗在旁边的时候，这其实我们都是要小心的一个状况，这也是啊。局部的一个伤口还好，这些都是小伤口，局部的一个处理啊，这个爪子啊等等，它不一定是嘴巴咬，爪子这个也可能造成一个影响。最可怕的一个咬伤是这个咬伤啊，这个咬掉一个嘴唇这样的咬掉，这个不是被熊吻啊，这是这个人啊咬掉的。打架咬掉他的嘴唇呢、啊，所以我们怎么去重建这个把那个嘴唇呢、啊，这个舌头啊一部分往上这个地方来翻过来，因为舌头的血液循环很好，然后先贴到这里，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地方，经过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呢、啊，重新会建立起这个血液循环，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它血液循环是从这里来，但是接到这里以后，旁边也有血管会长进去啊，然后让那个地方的一个组织稳定以后，我们再给它分割。那你想，哇，这可怕吧？不会啊，你看看，这是开完刀以后的状况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我们是有那个技术啊，但是还是要看清楚状况，不要愤怒攻心的，急怒攻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感谢收看。